爱你哦。看到他跑出来我就笑了，喜欢吗？喜欢吗？可以可以。没错，我之前非常常唱小旁边的某一首，但是其实我也没选这首，只是一直没有挑战过。要回忆一下那一首吗？想回忆一下那一首吗？好啊。真的吗？太棒了！我顺便回忆一下我记的奇奇葩的动作。这个道具要非常谢谢韵如。我看到他戴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啊，他是干的。因为呢，我出门的时候没有想要戴的，我就把它放在桌上。然后我就开始整理我的包包，想说啊，我等一下放进去。然后我整理好包包之后，我就出门，那个在我桌上，在我桌上，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对，那对，就来怀旧这首吧。没错，下一首歌。起立啦！要起立吗？要起立！大家可以，就是我知道大家平常可能不会随身带旗子，没有问题，手借我就可以了，比个一就可以了。好。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是也可以也可以，我应该只会一直这样走吧。对对对，因为现在的地形有点狭长啊，我怕打到大家。不会，轻轻走。就大家有觉得怀念吗？以前听我每次都要唱，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唱这首歌了，非常后期，在这边执勤的后期就不太有机会再唱到。那为大家带来是小桃音的棒棒，上榜。